球一哥周天成最近挑战法国羽球公开赛，吸引当地许多各国球迷前来应援。周天成一路闯进男单决赛，对决日本选手长山干太，决赛现场几乎满座，球迷为周天成加油的声音此起彼落。周天成和对手一路拉锯，鏖战三局73分钟，最后以21-15、8-21、17-21遭到逆转，吞败摘银。一开始没想到可以打决赛吧，然后感谢上帝，然后让我也可以一个新的进步啊，不管是得到第几名的成绩，我想都是上帝给我的，所以我就是尽我最大努力，然后去打好每一颗球。我觉得我可以打好就是一场最好比赛给大家，我觉得就可以达到我今天的目的了。这种对战激烈，考验双方体力与意志力。周天成多次救球，膝盖破皮流血，精彩球技和毅力让观众不断报以惊呼和喝彩。就是皮肉伤了，就是小事了，就是选手多少都有点伤势，所以是没关系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场上的表现，然后可以把我态度展现给大家看。赛事结束后，不少球迷都守在门口，祝周天成接下来转战德国的赛事也有好成绩。